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阿门。各位修杰们，我们一起用新圣诗十六首杂对主唱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来告白我们的信仰，一起来。我们信上帝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他是历史与世界的主，施行审判和拯救。他的儿子从圣灵投胎，由童贞女玛利亚降世为人，成为我们的弟兄，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受苦，钉十字架死复活，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复合。他的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中间，赐能力，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直到主再来。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他的救赎，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我们信上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不是的，且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成为盼望者的记号。我们信人借着上帝的恩典和悔改，罪得赦免，以虔诚仁爱与献身的生活归荣耀于上帝。我们信上帝赐给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
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因此人有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且有追求真实的心。但是人有罪，误用这些恩赐，破坏人万物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当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使受压制的人得自由平等，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充满公义、平安与喜乐。阿们。请仍然站立，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大家今天早晨能够平安地来到你的殿中聚集，在瞻仰你的荣美以先，再次恳求主赦免我们过去这个礼拜当中，不论是有意或无意之下所犯的各样罪过，也帮助我们能够定义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好让我们得以蒙主怜悯，守节心清，站在这里敬拜上主。感谢上主的引领，求使这牧师加入了和平教会的团队，但愿上主赐福差会的牧师及全体教牧团队，保守每一位牧师的家庭侍奉与身体健康，同心服侍主，教导勉励安慰与警惕众兄姐，谦卑服务这个世代，不仅是青田社区的见证，更在圣灵的带领与激励下成为万民的祝福。我们纪念明年年初我们的国家大选之日，目前有许许多多的议题将被放大等炒作，也有许多来自境内或境外的假新闻、假消息。恳求天父施恩保守百姓们对于敏感相关的议题与讨论，能有审慎跟明辨的心，同心一起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共同维护表达意见的权利，以及持守司法正义的界限。环绕台湾周遭，目前有许许多多重大的国际事件不断的持续当中，美中的贸易冲突已经有两年，日韩贸易争端尚未获得缓和，香港社会动荡持续多时。上主啊，纵使洪水泛滥遍满全地，都在你的全知全能里，你一直坐在宝座上为王。然而上主，你更喜悦属你的百姓一起同工，或用行动或是祷告，持守公义与怜悯的心，与上主同行。但愿和平教会是一个听命胜于献祭，为福音大发热心的教会，每位兄姐不论得死或不得死，都顺服上主的呼召，在每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忠心良善地成为世界上的盐与光。上周与宜兰苏澳港发生的断桥意外，相关单位正继续的抢救与善后，恳求天父医治伤者，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庭，也求主保守，让政府查明意外的原因，并能够防患于未然。今天早晨恳求上主赐恩与淑贞牧师，透过今天的教导，勉励安慰每一位兄姐，都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各位兄姐们，请坐。起应，今天是起应文第62，也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起来，究竟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有没有使你们坚强起来？你们和圣灵有没有团契？如果有，我要求你们要有共同的目标，相同的情感，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贪图虚名，不要只顾自己，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也有上帝的恩赐，却没有滥用的上帝的恩赐。
相反的，他自愿放弃一切，取了奴仆的本质。他成为人，以人的形体出现。他自甘卑微，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上帝高举他，极至于至高，赐给他那超越万民的名号，为要遵从耶稣的名，并向人间和地下的众生都卷向他下来，众口要宣扬耶稣基督是主，同颂父上帝的荣耀。阿门。今天陈长伯弟兄要在我们中间用小号来献乐。那诗歌是奇异恩典。分别记载在约翰福音以及哥林多前书，共有三处，请各位听我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而是因吃饼吃饱了。不要为那会坏的食物操劳，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这食物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父神已经印证了。于是他们问他：我们该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工作呢？耶稣回答对他们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神的工作。于是他们对他说：你行什么神迹，好让我们看见而信你呢？你到底要做什么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他从天上赐下粮食来给他们吃。于是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那从天上来的真粮是我父赐给你们的。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位从天上降下来并赐生命给世界的。
于是他们对他说：“主啊，请常常把这粮赐给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第二处是同样约翰福音第六章51-53节：“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为世人的生命所赐下的粮，就是我的肉。”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里面就没有生命。”第三处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1-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愿主赐福他的话语。今天的信息是淑贞牧师要传讲被忽略的圣餐意义。我们把时间交给邱淑贞牧师。弟兄姐妹们平安，又是一个新的一天，而且是在主日当中，很开心的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我相信我们各位都会知道，在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天，第一个主日，就是我们所谓的世界圣餐主日。所以我们要稍微再来回溯一下圣餐主日它的起源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在哪里？在这边。好，这位先生科尔牧师，他为什么会来用这个所谓的世界圣餐主日来要跟我们提醒什么？我相信如果我们当中对这个圣餐主日有一些的了解人，一定会知道这跟当时候的世界情势有很大的关系。那时候是1933年，我们知道在那时候是大战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去没多久，但是快要逼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刻。在那时候美国又刚好是遇到所谓的经济萧条的黑暗时期，所以在那种欧洲大陆笼罩在纳粹或者是法西斯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威吓之下，然后美国又是在那种经济整个大萧条的情况之下，他看见了人心里面的那种最干渴的时刻，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呼吁，他希望能够所有的教会一起来通过圣餐的礼拜来纪念耶稣基督的爱，也通过圣餐礼拜再次的思考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牺牲自己救赎了我们的每一个世人。同样的，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期待世人能够再次的合一，来祈求世界的和平。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到了1940年的时候，也是二次大战快要爆发的时间，情况并没有好转，甚至更加的恶劣。所以有一群的美国的牧师，他们呢起而响应这个科尔牧师他的呼吁，我们就从1940年开始，全世界一起。也是那一年第一次的举行世界圣餐主日，也期待借着这个世界圣餐主日再次的回到圣经的当中，在圣餐当中去体会上帝的爱，也借着这个圣餐主日求上帝的爱临到，然后怜悯与救赎同样的让世上的每个人都能够体会。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目的意义，再一次的借着普世教会的合一举行
重新再来巡回。但是我们会看见，从1940年到今年是2019年，已经经过了79年，但是我们似乎并没有看到所谓的合一的那个部分。直到现在，我们每一年都在举行这个圣餐主日，共同的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爱，也共同的在这个时候一起来展现普世教会在主里面合一的概念。很不幸的是，我们看见直到现在，人跟人、族群跟族群、国跟国之间仍然存在着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交恶纷战。我们图片可能看得很清楚，你们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事情。我们刚才我们的焕文长老为我们祷告整个的世界，但是你有发现吗？在这个图里面，这个我们可能好，我们感觉比较不熟悉。在缅甸有一个族群叫做罗兴亚，好，他们的皮肤比较黑，缅甸人不把他当成自己的民族。然后在那边他们面临到的问题是灭种的绝迹。所以你会看见到底在这个时间当中，世界的圣餐主日执行对于我们有没有那种切身的再次的悔改、反悔跟思考？这样的一个世界圣餐主日对我们来讲只是一年一度的一个纪念日，还是它再次的让我们有一些的提醒主耶稣基督他设立圣餐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来从圣经里面来看圣餐的设立还有它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有带你的圣经来，请把你的圣经打开，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其实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回去之后你把它从头开始看，你会发现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一开始他在讲到的是耶稣他在加利利海边，然后他行了一个神迹，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神迹，就是5000的人通过5饼2鱼得到吃饱的神迹。好，这神迹行完之后很有趣哦，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有一些人他们就开始要来寻找耶稣基督。23到24节特别提到说，这一群人他们搭了好，分别搭了几艘船，然后来到耶稣基督他行5饼2鱼的神迹的地方。但是当他们到了之后，他们发现的是，哎，耶稣不在那里。好，他们并没有死心，继续的走下去。他们继续的寻找，终于找到了耶稣。然后我们就开始看见了这一段很长篇幅的生命的粮食的对话，很忠实的被约翰给记载下来。这一句在我们的这一段的对话当中，耶稣基督他很直接的提到了一句话，耶稣他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神迹，好，发现了神迹，而是什么？因为怎么样？吃饱了。你有没有看到这句话？其实如果你好好的去思考这句话，你会觉得亚瑟公鸡顾维耶稣说这句话其实有点讽刺。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所以想要更加的知道神迹的奥秘。你们来找我是因为什么？吃饱了。我们来找你啊，问个，我们就不怕肚子饿。所以你会发现这句话的讽刺意味很浓厚，但是它背后有个很真正的一个意涵在告诉我们的是，人除了吃饱三餐无余之外，我们有没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去追寻？耶稣他在这整段的对话当中，他进一步的提出来，其实我就是耶稣基督，他说他就是使那个生命，整全的生命，包括灵魂、体、
三方面都能够得到饱足的生命之粮。所以我们会看见初代教会他们每次举行聚会的时候，是用耶稣基督他在留下的那个圣餐的模式在进行。好，他们会分饼分酒，然后在分饼跟酒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一个杯是上帝的新约，是我用你们的血流出而设立的。你可以看路加福音的22:19-20。但是你会看见，不论这一些的圣餐的仪式是什么，其实它只有在表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这里，透过圣餐的饼跟酒或是葡萄汁，与主耶稣基督结合成为一体。既然与耶稣成为一体，我们就要经历与他同钉十字架。既然与他同在一体，合为一体，我们也要在钉十字架之后与他同享复活的救恩。我深信，其实如果你照这样的一个经文的脉络看下，你会发现圣餐，当我们通过投入敬虔的方式来举行圣餐、领用圣餐的时候，这是一种投入生命的信仰告白。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来看古代的哥林多教会，他们遇到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保罗他会用很严厉的话来苛责他们，也借着他们的情境再次成为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的一个提醒。好，我们会看见在哥林多教会的如果哥林多前书你可以把它翻过来，我们会发现呢，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第11章，其实他在提到的是敬拜的礼仪，从最前面的地方。然后你会看见当保罗他提到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记号的时候，这个技术的问题，他是放在他指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指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怎样妄用，还有玷污主的圣名，而且还玷污了整个圣餐的仪式。他骂完了之后，然后接下去才是有关于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这样的一个记号。为什么他要这么做？跟当时候的教会举行所谓的圣餐有一些的关联。我们会知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举行圣餐其实跟我们现在有点不太一样的是，他们会先举行一个爱餐，或者是我们说的爱宴。好，他们举行的爱宴是怎么样？信徒们他们分别从自己的家里面带来他们的食物，然后呢跟大家一起来享用，然后用完了爱宴之后，接下去他们开始举行圣餐。这两个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称为主的晚餐。所以你会发现圣餐其实如果在初代教会的那个礼拜的仪式当中，它其实是在爱宴之后。好，所以在这里面圣经里面把它爱餐跟圣餐合在一起，称为主的爱餐。这种用餐的方式其实跟当时候的希腊罗马的社会很类似，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多的信徒他们会把一些属世的一些概念带进去，也因此开始产生了一些不太正确的一些敬拜遵守主的圣餐的晚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就是哥林多教会他们的信徒，当他们聚集起来要来守主的晚餐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合一同心的彼此来享用爱餐或者是主的圣餐，他们是分党结派的。怎么个分党结派呢？有些人他们因为是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阶级，所以不同的社会阶级的人，他们会有意无意之间排斥另外一个社会阶级的人。最简单一个例子，当他们在守这个主的晚餐的时候，很多比较所谓高社会阶层的这些的族群的信徒们来到教会，
因为他们的社经地位比较高，所以他们其实不用去担心说啊，我本身是奴隶，我必须要听命主人，或者是我是一个贫穷的人，我必须要去工作，我必须要听命我的雇主的这些的情况。他们可以比较早来到教会，然后他们带来他们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食物，某个程度来讲质量也比较好。好，当他们来到教会之后，他们不会等那一些还在工作当中还是必须要听命主人的命令的这一些比较低阶层的这些的弟兄姐妹，等他们来在一起吃。他们不是，他们就先请吃喝了从家里带来的东西。然后这些奴隶或是比较穷困的人，当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食物剩下不多了，于是他们只好继续饿着肚子，然后聚会完了饿着肚子回去。所以你才会发现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提到，有些人是怎么样挨饿，有的人是怎样吃饱喝醉回去。所以你会看见在当时候的教会煮的晚餐造成了多么大的一个撕裂的情况。也因为这样子，保罗他才会用非常严厉的话来指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不可以这么做。我感谢上帝，我们的教会也同样有爱餐的举行。我也感谢上帝，至少我没有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会觉得啊，这个东西好吃，我要弄多一点。然后不管，有些人可能第二堂第三堂的人他们还没有来，然后就先自己吃光了就好。感谢主，我们要知道在教会当中享用圣餐或是享用爱宴，重点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平等的享受来自于大家来自于神的爱。这是我们可以再从哥林多教会的情境成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的反省。接下去我们要来思考的是关于圣餐它的本身的意义。其实如果从圣经来看，你可以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在一再一再的复述耶稣基督他设立圣餐时候他所说的话，他都会讲，这是我的身体为了你们而舍的，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如此行，接下去呢，纪念我。一样喝那个酒的时候一样也是怎么样，哦，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的，然后呢当你们喝的时候你们就是要这样行，并且以此来纪念我。所以你会发现圣餐这个仪礼当中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它是一种纪念。它要纪念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使他们聚集在一起守主的晚餐的原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守圣餐为了什么？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使我们聚集在一起。好，我们会从这边再来做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思考。你会发现这个圣餐的礼仪它其实包含了旧约新约里面非常广阔的那样一个思考的连结。我们先从旧约部分来思考，你会看见犹太人或者是希伯来圣经里面他们怎么样去思考所谓的纪念。好，你会发现哦，当我们家族当中我们举行某一个纪念礼拜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纪念礼拜它其实不是只有一种你在回忆什么事情而已。你会发现当我们在纪念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事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纪念的活动会影响到我们，包括我们的意志，包括我们的行动。因为纪念，所以我们用我们的人我们的意志投入在里面。好，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家庭礼拜纪念我们很怀念的先人。当你在回忆这个人的时候，你会从这样的一个纪念当中很深刻的领会，我要用我的行为来学习他好的样式。
这就是纪念他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动作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回应。同样的，在纪念的里面，希伯来人他们举行的这些的仪式一样有那种积极带入动作的部分。所以呢，当他们在纪念的时候，他们会包含有献祭、节期，然后将这一些的背后的这些事情紧密连结之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是要纪念上主的作为。好，从这一点我们又继续的来看到对犹太人来讲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出埃及事件。在出埃及事件的里面，他们在前一晚举行了一个所谓的在埃及的最后的晚餐。在最后的晚餐当中，你会发现逾越节的晚餐跟耶稣基督所了解设立的这个最后的晚餐意义有非常相同的地方。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逾越节它是纪念上主拯救埃及人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事件。所以你会看见在这个晚餐当中，它每一个东西都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例如我们会说在里面会吃苦菜，苦菜是为了什么？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忘记当时你们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的痛苦。好，接下去他们会提供无酵饼，告诉他们无酵饼是为了要他们不忘当时所受的这些奴隶，而且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带起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勇气，然后一起脱离这个被奴役的境地。就算前面不知道是怎么样走，就算前面不知道有什么样的资源，但是带着无酵饼，我们知道我们要脱离这个被辖制、被束缚、被奴隶的苦境。接下去他们很重要的另外一个食物是羊羔，一个小羊。逾越节的小羊，羊羔是要记住，你必须要有行动，因为上帝用他的行动拯救了我们。这些的食物，它的背后意义，帮助我们再一次回溯以色列人怎么样出埃及，那时候上帝他的行动怎么样来拯救。也借着这样的一个逾越节的晚餐，再一次的让这件事情不再是传说，而是在我们的身上例行，重新再一次成为事实。所以你会发现哦，当主耶稣基督设立了这些的圣餐，当然有刚才逾越节这样当中非常浓厚的一些的意义，但是他有加入了新的意义在里面。因为他说什么？主耶稣他用他自己来成为逾越节的饼跟杯。他说到他自己的身体，他说到血的流出。身体跟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的身体的某一些的部位或是哪一个部分，其实它代表的是一个人的人格跟他的自我。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代表的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自我的展现。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借着他自己他提醒我们他就是圣餐里面的那个饼跟杯的时候，他在暗示着我就是那个牺牲，我的鲜血流出，我的身体就像被放在祭坛当中流下的鲜血，在这些剥饼跟领受杯的过程当中，我的流出，我的牺牲，其实一样在跟你们分享我的自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当我们在领用圣餐的时候，它的背后意义是什么的神圣。我们在跟主耶稣基督一同的领受他的生跟死，他的牺牲，肉体的剥除，他的流血，我们的饮用的那个葡萄汁，再再的在提醒我们，圣餐是一种人跟人的团契。
圣餐是一种一起来参与在耶稣基督怎么样活、怎么样死的一种邀请。这是圣餐的意义。接下去我们要来从教会、新约的教会来思考，为什么他们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举行这个所谓的圣餐、最后的晚餐。保罗他常常讲一句话，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第一节，他常常提到的是，你们要效仿我，就像我效仿耶稣基督一样。这意思是什么？你要回到当时候的世界去，希腊罗马社会，他们其实教育的方式是用模仿来开始，所以像我们在学毛笔字的时候，我们一样会有个描红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好，老师把字帖分下去，然后你就拿着笔这样一撇一画的按着这些名家他们的笔迹去写，异曲同工之妙。然后我们知道保罗他其实受到当时候希腊这些的思想、哲学思想影响，所以其实他在教导的过程当中，他也运用了很多这些的方式。所以他告诉他的跟随他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效仿我。那他自己呢，他说我效仿耶稣基督。所以你会发现保罗他提醒所有的信徒，当你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要效法基督。这个不是一种重复的一个礼仪而已，同样的也是在要求信徒，你要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模仿耶稣他的内在的态度。耶稣的内在态度是什么？通过他的行为，我们去学习他怎么爱人，通过他的内在态度看见他怎么坚持真理，通过耶稣基督的内在态度去看见他怎么样跟上帝紧密的连接。所以你会看见圣餐不是一个自外于世界的一个事件。在当时候初代教会他们在举行圣餐的时候，其实他们刚开始是会包括有奉献、有分饼跟饮酒的个部分。就像我们今天如果你有拿到我们教会的周报，你都会发现周报里面有夹了一个那个奉献袋。这个奉献袋到底是要做什么？我们回到初代教会，你会发现他们在领用最后的晚餐、主的圣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要奉献？目的在于要帮助贫穷的人，包括孤儿、寡妇、生病的人、出外的人，他被视为是一种慈善跟服事的行动。我们在教会所收到的这些的奉献、圣餐的奉献，很多部分是跟我们的中会的教社部有很大的连接。教社部他们就会开始去思考社会上有什么样的议题，有哪边是有很重大的事件需要帮助，这些的奉献被运用在这些的帮助事项。所以你会知道圣餐跟世界的世界其实是很紧密的相连接在一起的。我也认为其实这样的一个行动是在对于我们说明，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要彼此关顾，纪念在我们当中受到经济的、社会的或者是政治等等不同形态的逼迫的人。在我们的图片这边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香港的基督徒为了反送中事件当中他们站出来，然后他们用唱圣诗唱哈利路亚，向主唱哈利路亚，这样的圣诗在帮助人们从那样的一个很暴力的情境当中重新脱离。但是我们看见很可惜的是政府的集权让更多的暴力事件让我们的眼睛
更受到伤害，心灵更多的创伤。但是这些事情都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坐在教会当中很安然地享受圣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基督徒有份于世界的事件当中。守圣餐再一次的重复的去带领我们去思考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守圣餐同样的让我们在他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不是停留在此而已，接下去是他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得到生命的完全的拯救。我也深信借着守圣餐，我们再次的提醒我们自己，不要被眼前世界所看到这些的事项感到沮丧失望。我们的神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有再次复活。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圣餐礼拜当中再一次的去思考圣餐它其实是一个上帝拯救的恩典的记号，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事件，我们参加圣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提醒自己，我是用感谢的心来领受，接下去之后我们能不能再一次的进一步的提醒我们自己，能够用行动进一步来效法耶稣基督，让他的事工，让他的内在的态度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公义跟爱，而且这一些的东西是从我们身上，从我们的行动去把它贯彻出来的。愿神亲自的将他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圣餐就是他与我们共同领受他的死他的复活。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再次的我们借着圣餐来纪念你的爱跟你的牺牲，也借着圣餐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并不置外于世界，而是我们借着圣餐当中体会到你的内在态度，就是要为了世界坚持公义，坚持爱，并且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思考，但是神，我们相信在你圣灵的带领之下，不同的思考当中，我们仍然会看见神你怎么样带领我们走在公义跟爱的道路上。看到世界这么多令我们觉得很伤痛的事件时，愿神再次的提醒我们不置外于这个世界，而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怎么样展现出神你跟我们连结，一起来追求爱跟公义的行动。上帝的灵亲自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再次的求神带领我们走在你要我们走的道路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接下去我们要来用圣诗，新圣诗第369首，超越我们想象，来回应神的爱。请我们起立一同来唱全首。上主啊，你请你我听。
守圣餐，邀请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来站立，一同站立。我们要来唱圣诗366首，主宝贵身体为我被劈开。亲爱的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他教会与不同教会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来统领圣餐。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听主设立圣餐所说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有拿起饼来祝谢，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有拿起饼来祝谢，这时我们照他的样式，首先来一起祷告，感谢上帝，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现在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我们谦卑地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和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因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圣灵里得到培育，在恩典中得以成长，能荣耀你的名。亲爱主耶稣，我们也为我们当中还没有受洗，暂时无法领受这饼和杯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让他们能够用祷告的心一起参与领受在这当中，求你保守引领，也与他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有拿起饼来祝谢，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服侍的同工，
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领受。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这个杯是新约，是用了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服侍的同工，邀请我们在座的兄姐，在这一段的时间当中，一起默想圣餐的意义，以及特别是今天是世界圣餐主日，我们怎么样可以透过圣餐有份在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跟他的受苦，为这受苦的世界献上我们的祷告跟行动。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舍的，我们一起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一起来领受。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这时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再次来祷告，一起来祷告。无所不能的父上帝啊，我们诚心感谢你，因着你的大爱，我们领受你的圣餐，成为培育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再一次让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秘身体的肢体，就是承受福气蒙恩的忠实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亲爱的天父，我们谦卑地在你面前祈求，当我们再次献上自己做活祭时，求你鉴察接纳我们，同时求你以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这圣洁的交通，从今以后更能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这时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上帝赐平安给我们，他已经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凭借着耶稣的所流的血印证了永远的约，使他成为群羊的大牧者。愿上帝在你们所做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使你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愿他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成就他所喜欢的事。愿荣耀归于基督，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时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的第三节，来回应，成为我们的回应。让我们一起起立，用这一首诗歌奉献，虔诚奉献我全身，来表明我们对主的全身奉献。弟兄姐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他丰富的赏赐。教会的奉献将放在三楼跟一楼的接待处。接下来几个消息的报告，我们稍微快一点。第一个，今天是世界圣餐主日，那本主日的信息也配合圣餐主日的信息来进行。我们看下一个。好，那我们在今天下午哈有一个马街杯的篮球赛，在3点到4点在金理真理大学，那我们教会已经进入这一个哈那个决赛的阶段了，请各位来为他们加油。来再看下一个近期的消息活动，就是和平关怀站有一些医疗的讲座，那就可以看周报详细的内容。还有一个就是2020年和平缅甸短宣队，那包括没有参加过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思考，那预备心来参加。好，那相关的事宜也请看周报。那接下来就是
107学年度我们中间的学子请注意一下，申请奖学金的一个截止是到10月13号中午12点，那请大家能够预备心哈来申请。也是10月13号的一个消息啊，10月20号啊，对不起，10月20号，那就是和平周日的飨宴，当簧片遇见拨片哈，那是由曼托里还有单簧管的那个啊音乐家来演出，非常的精彩。10月20号下午2点半，在3楼礼拜堂。好，接下来12月15号我们有圣礼点，那请预备转籍洗礼哈，或者是幼儿洗的。那弟兄姐妹能够预备心，那向办公室来报名，那相关的时间也登记在周报上面。啊，以斯拉查经班那在10月13号上午，还有创世纪查经班在10月19号上午，这两个时间好，请各位预备心来参加。10月10号就是这个礼拜四刚好是双十节，办公室那一天休息一天，不开放。那当天晚上的祷告会就暂停一次。10月11号、12号教会是正常开放的，虽然是有连假。好，接下来我们这边有一个啊，有一位新来的，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哈、啊，一位姐妹哈、啊，叫阮昭远哈、啊，还有一，那她是从美国回来一个月，她是明山姐妈妈的姐姐哈、啊，好，欢迎你，欢迎你，嘿，阮昭远姐妹。好，另外有一位是啊，李桂燕，是明山姐的妈妈，哎，我们欢迎她，谢谢。那各位会后若是有需要祷告的话，可以到前面来，我们有长老跟牧师会为各位来祷告。好，我们现在一起唱新圣诗403首主差遣我，唱完以后我们请邱牧师祝福。好，我们请起立，403首。主差遣我，主差遣我，耶稣就你差遣，主引导我，主引导我，小弟就引导我，主充满我。慈爱，天父上帝的恩典，圣灵上帝的全能相通，借着圣餐与我们同在，从今时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散会。